救命啊救命啊，有水，太好了，赶紧跳进去。我来。你们被诅咒了，想要恢复正常，完成四项任务。咦，表姐咋回事？不对，救命啊救命啊，赶紧跳水。表姐每走一步都有蜜蜂，这咋回事啊？我们被诅咒了，要完成四项任务才能够恢复正常。完成任务？开什么玩笑，现在我们只要出了水面，每一步都被蜜蜂扎得嗷嗷叫，还怎么完成任务？你先别急嘛，先看一下是啥任务。这水被水泡挡住了，啥任务啊？飘仙，你都急眼啊，这么明显，这座会动的冰块，冰块是固体，怎么可能会动嘛？我想想先。有了有了，到底是啥啊啥啊？别急别急，现在我们先挖点沙子。沙子又不是冰块，挖沙子干嘛？做玻璃瓶啊，然后装水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踩着水走，躲避蜜蜂的追赶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会动的冰块到底是啥啊？利用水瓶可以随意行动，表妹跟我来，找个好点的位置钓鱼。难道说鱼是会动的冰块？聪明啊，表妹猜对了。把鱼钓上来，然后顶着鱼路过冰冻装置，你看鱼被冰住了，依旧会动。好家伙，这冰鱼真的在动啊，长见识了。表姐，你真是诡计多端。我就叫足智多谋。第二项任务又是啥？突破透明的方块，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吧？即使是玻璃方块也有条纹的。有种方块可以，昼颜。昼颜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你跟我走，直接到沙漠村庄，正好这里有一片的昼颜，只要功夫深，昼颜也能用铁镐搞出来。而且不对啊，挖出来的昼颜是实实在在的固定方块，怎么可能是透明的？别急，咱们还差一样东西呢，从商队里面找找。来了，嘿，就是它了，液化剂。在沙子区域放，融掉沙子的同时，也会把昼颜变成透明的。我去，真的耶，真神奇。 OK OK， 第二项任务也完成了。第三项任务，击败1000只萤火虫。啥玩意儿？我们现在被蜜蜂追成狗了，哪有闲工夫找萤火虫，还要一只一只击杀。萤火虫不用找，只需要瓶子就好了。表姐，你在逗我吗？不用瓶子捉萤火虫，难道瓶子会无缘无故生萤火虫？表妹，你又说对了，瓶子就是会无缘无故的生萤火虫，把地心人击败就会掉落晶体，利用地心人的晶体进行附魔，得到完整获得属性的稿子。现在呢，我们只需要做个无限水，然后在水里面慢慢敲瓶子就行了。你看，敲到的瓶子里面是不是装个萤火虫啊？好家伙，真的能无中生有，达尔文看了直呼牛逼。有了瓶瓶罐罐，击杀1000只萤火虫不就手到擒来了吗？还真是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我也轻松击败1000只萤火虫。最后一项任务，打败雪王，这任务真是白送。确定，雪王是目前迷你世界最容易打的 boss， 比打雨神神还轻松呢。对对对，放上水流之后，雪王更难移动。对对对，放上水流之后，感觉攻击距离都远了。打雪王只需要一把铁镐子，更能够慢慢的磨掉，而且还是无伤打呢，还真是轻松啊。击垮雪王，诅咒都解除了，现在走路也不会生蜜蜂啦。